听你开嘴合嘴，拢是恁经理，这個、人敢那对你足好个吼？真无嘞，阮经理哦，伊对我足严格个，伫个工作顶面哦，甲我足侪观念个，啊伫个生活上哦，伊甲我足侪态度。你真正也是足高资个，啊佫随身携带只经理哦，伊是开只经理当作是你个护身符。这经理哦，算我经理。就好像就是我人生的信念同款，帮我妈妈穿着护身符同款，在身躯边啊。经理哦，无甲我讲过，叫我拍人生拍拼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当变成伊靠近的对手。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感觉这个人出的影响感觉就大。姐，我要让家己你在身躯边，就好像就是我家己你在我身躯边同款啊。这经理哦，对我重要，经理就对我重要。别哭了，哭袂当解决问题。这是什么款安慰？什么人拢嘛知影哭袂当解决问题？无，你想要我安怎做？你直接讲啊！看昨天人咧哭，你就应该摕你的手巾仔出来啊！我无扎手巾啊，要是讲你爱卫生纸，我去洗手间替你摕。唔免啊，哦，等一下你要不环保啊？你敢请？有家妹，你俩还要戆？要很难办，安怎教拢教袂晓？怎知影卖收你做我的徒弟？第二行我，袂，袂，安尼就是，搁把我当作是你的师傅。不然啊？你给我啥？给你啊。还够无聊。我袂听。既然我是你的师父，有代志有啥物不爱甲我讲？经理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就偷养我的这个徒弟啊？你是专门要甲我骗死哦？对，我就是爱知吴家妹，一日要死给他。明仔载我才会当看到全新吴家妹。多谢经理关心。我唔是咧关心你。我是你哦，不替我两忙。既然最开个姐妹拢已分手啊，那安尼你是不是替你家己争取一个机会，要将你做回？我只希望我爱的人会较得着。假使讲你若是会当回去。爱情很短，遗忘很长。卡叔公若是想要袂记任何一段感情，上好的方法就是重新一段爱情。阿哥有啊，拄则训练，上了两点钟到十七分，会记你加班报的。给你。